杨姐，我顶多是要问你，你是哪只哪位何周信强啊？我嘛不知呢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看到周董啊、彭董哦，因的兄弟情真正是足深的，我真正足心酸、足感动的啦。所以我开始在想嘛，想我过去是唔是有同款有这么好的兄弟？那边你跟我讲好不好？为啥我会想去记得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发生车祸，足严重诶！车祸？那你为啥最近我头壳内面袂出咱咧搬电影诶？啥物兄弟结拜啦，去用堆杀啦？后来我说丢钱，搁去用踢落去山脚。你拄到这，你去看到啥？你讲的，你希望看到啥？我哪会知啊？还不是我看到这奇奇怪怪的画面啊？敢只是奇奇怪怪画面？这个代志敢不是真正发生过？好可怜！我听讲。有一挂失去记忆的人，会因为想要把记忆找回来，结果给你创造一挂假性的记忆。杨姐，我带你回到日本看医生好不好？你讲假性的记忆，那恁奈美你跟我讲，我伫失去记忆之前，我是什么款的人？我的爸母是做什么款？咱识识时阵，恁爸母都已经过身啊，因什么款人，我嘛袂好知影。要不过我每一年哪有陪你回去庄脚去拜因啊？那恁咱先拢熟识，我所谓过去拢是听你在讲，你后讲足多啊。啊，不过感觉拢唔是真实的呢，而且我头壳内面拢无你的记忆啊。啊，杨姐，你袂记得咱熟识不要紧，要不过这么侪年来，咱一年过了真快乐、真相爱，敢唔是？安尼就有够。若是有一方温暖相骗，这份爱感觉算是真实。杨姐，你别一直去想过去的代志。你若是想袂起來，无你开始提供白啊，安尼莫阁想啊，咱就安尼好好过日子就好啊，好不？是提供白啊，无爱好我想起来，也是你无爱好我想起来。奈美，我是陈静辉，我无可能永远做你创造出来的青木杨姐，我必须爱转去我家己的人生。咱就好好过日子啊！我听嘛，我不要先挂啊。杨姐，那又有问题？刚刚是想起啥？对啊，志伟，啊最近恁妈是咧无闲啥？啊，敢是甲伊考的？啊对啊，我袂记甲青木先生讲一个好消息，阮妈要开店啊！哇，安尼真好呢哈！但是讲到时若开无啊，我才亲身过去。青木先生，你迄间若是卖过好啊？那是安怎？我惊小春看到你会无欢喜。对啦，啊不过店开无，就是人较少，毋则加较闹热，敢毋是？你放心嘛，人袂少啊，因为冬雨甲因爸爸嘛去啊。阿姨，啊无凭啥你添几个人去，我袂当去？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青木先生，你哪会？无啦，啊，进前靠你添几，唔走你店找你的麻烦。我来讲，我对这人印象做歹的啦。你想我卖到这颗笨手吼，有任何交涉吧？啊？我是袂安怎啦？我原本就甲阿伯当作是我家己的爸爸。
你讲啥？你家迄种笨手动作是恁爸？啊，我之前甲冬雨要结婚，我叫伊爸爸，这是最正常的代志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是讲你我讲话讲较紧，我真系有咧惊死我只。嗯。等我把所有代志拢想起来了后，我一定要随着我的爱给我人约回来。这个李天贵哦，伊好起来滴嘴。你明来拄好啦。我要酒档诶，饭档约好暗时哦，做伙烤一杯啊！啊，你做回来，酒档又无问题啦吼。当然无问题啊。酒档所长，歹势啦，我跟王翁已经约一个台湾真久无看诶朋友，伊可能袂记咧啊。哦，来不要紧啦，咱另间再去约。社长，副社长，我个姚部哥有代志，阮先离开。不能借问一下。咱是什么时阵甲朋友约好的？确实是无啦。也毋过恁翁仔某这么久无见面啊，惊伊阴暗，我想要单独甲阮翁做伙，敢会？当然会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，恁也是故意无爱让我甲酒档的饭档人做伙。进前日本的时阵啦，伊就无爱让阮大家见面。我你讲，到底是毋是？我是想要替你分担工课，我今日伤忝啊！而且事实嘛证明我是对的。本港署长啊，搁有酒档署长，伫咧日本的时阵，伊的行为真无礼貌，你嘛知影，敢毋是？那你即摆想讲讲问我这啊？无啦，无其他意思啦。是讲你爱知影，阮有三方合作啦。甲酒档、本档啊，我本就定定见面啦。你若是对人有意见，你就直接讲出来。啊，若无大家要做伙做代志，加加油，敢毋是？放心啦，我袂让任何代志影响到工作。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啊对啦，我要来上城玉林地看卖，天气才熬热到你的办公室就好，我改去。哎呦，你哪要紧啦？我杨姐敢是超过伊袂好我对。好啦，无我拄好嘛有资料要查，我替你叫祥平。唔免啦，我改去就好啊，我先来。祥平，小姐都要离开，你对去，我来照顾伊，要唔阁卖坏。一摆回来，杨姐看我眼神，甲讲话口气拢真奇怪，阁问真侪问题。我无伫的时阵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必须要问清楚。即看江碧瑶的眼神，敢讲伊已经受到伤？阿母，我是要来甲你确定，要来参加艾伦婚宴的离婚贵宾有啥？阿母，哪有这两张相片啊？啊！这就是林凯莎林阿姨替杨姐办的生日宴，伊讲哦，足侪人去的。是甚物人邀请伊的？是杨姐。为甚物？老实讲，我嘛唔知影杨姐哪会甲江小姐一个人变甲遮尼熟。我才离开无偌久尔，杨姐就甲我变一个人同款。伊之前甲杨小姐，因一个人有接受。又唔过从来唔捌做过这样超过的代志，阿妹，你看伊两人眼神，伊两人根本有暧昧。敢讲杨姐已经对江小姐一段感情啊？这只是生日会去暗发生的代志，这嘛敢那只是两张相片尔。奈美，你甲杨姐二十八年的感情，你一定要对恁的感情有信心。我是要来甲阿母讲，这二十八年来是我抢来的。杨姐伊自头到尾，其实拢是别人的红线。
李天贵，请你自重啊，莫想要趁这机会将阮家豆腐。哎，什么咧吃豆腐啊？那阿姨啊，小阿女朋友呢？我即马是咧听谢而已，想要替伊搬物件尔。阿文总，你是看了目空车呢？青木先生，你哪会知影讲？你开店，是会甲我讲的，所以我专工吼炸这火来，甲你庆祝一下。哎呦，恭喜！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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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火哦，我有烧着啦，你会当走啊吼？哎呦！啊，我讲体力这歹，连这都搬无好，还想要吃阿姨的豆腐哦？我是一个徛无在尔啦，啊，这都根本无算啥，搬两箱我嘛用的啊。哦，你三宝身体卖到下气下劲啊！哎呦，这边黑多。这无需要你斗三工啦。嗯，啊，要开店物件搞乱七八糟呢，确定无需要人斗三工。唔着，公车要搬喺度，要搬喺内面啦，哈。喂，搬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哇！好好好，你卖个叮当，你有想唔着来遮啦？我是你。坐下。回来。哎呀，我哪会袂记？我原本要肯伫遮招待人家，迄原木茶盘甲茶具都袂记咋？我要进去找你。等，你讲我茶盘原木的哦，你哪不好看啊？我遐斗啥工？别啦，哎呦，当然吼，嘛是我背，还要等你提啦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徛都徛袂知啊，较乖啦，这啦，啊，你负责顾店啦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天贵，麻烦你帮我多顾一点哈。顾好啊。哎呦，哎。卖个梦呀！我无代志啊，我这地骨唔知有啥拍到。你想倒啊？我真正无代志啊！哎，明明就疼，你又来倒啦！无啦，青木先生，你免麻烦啦，咱先把这地骨还佮地盘摕去店内较重要啦吼。朋友，你明明就只小皮惊疼，今麦煞安尼家己咧忍疼，这28年来你到底吃偌济苦？不过现在你不用怕，免我一个人承受，我会陪你身躯边，你也跟我看。上车了，好歹乱乱了，啊不，变故乡了，啊，小林来接。青木先生，唔免麻烦了。你先坐下。你是要管我的红事，你真是没见笑啊！妹妹，我你创啥啦？杨志，你是来为何伊啊？江彪，你卖秘密我阿后边，你出来！啊，你好妹妹啦！有啥你会知影我伫遮？江彪，是你跟踪我，刚才没讲我行踪的。我是惊你头壳骨疼起来，我唔知叫谁去甲你对，想袂到我发现江彪哟。你有怪我的红色，江碧玉，我要告你妨碍家庭，我要你的囝仔样，又一个来给小的妈妈。奈美，奈美小姐，你误会啊啦，青木先生是知影讲我要开店，伊就来跟我斗三工，伊只是来这搬物件尔。我无痴迷，你看我杨姐的感情这尔深情，你就是挑工用这种感情来诱拐我的红。真正是安尼，得看青木先生。你搁看，我不准你用这种眼神来看我杨姐。